嗨，你好，我叫吴少麟。咁我就啱啱从温哥华电影学院毕业，就翻到香港做演员嘅。我系黄盈月 Ferrana， 咁我而家咧就20岁。咁我而家其实做一个大学生，读紧香港大学。我想观众都会想看多些有火花和更加多元化的表演，我觉得如果可以找到一个男仔合作的话，可能个效果会更加哇、wow、我是做衬托的不是要表演的是黄盈月和吴少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喺呢位身边嘅系黄盈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盈月 Ferrana。喺呢位身边系，你真系介绍自己啊！你唔介绍隔篱嗰个人，你嗰个几好啊？系啊，阿中秋啦，盈月啦，中秋啦，叫做中秋，盈月啊嘛，系盈月啊，中秋啦，中秋你跳得好好，同埋嗰个爆炸力咧，个感觉咧，我带动到气氛啊，因为。同事嘛 ，TVB 新加入嘅同事，俾掌声，你可以有咁嘅砰出嚟嘅感觉，好多观众会咁样记得你噶，要加油啊！但你哋两个都系学 salsa 嘅，我系初学者，佢系 professional。即系 Alan 系唔识跳舞嘅，
我自學咗一陣，同埋上咗 beginner class 嘅 Cuban dance。咩笨 dance 話 ？Cuban dance。點樣 Cuban dance 誒 dance 即係嗰啲 boom cha cha boom cha Cuban dance。要將你自己放開去咯，但我覺得就係有少少拘緊咗，應該一個好嘅 ending 咧，咁就會比較好啲。唔怕，但係我都要讚一讚啊 ，Alan 咧去個 violin 咧，原來你彈得咁好啊，拉得好好啊，係啊，可以再好啲，俾掌聲啊！好啊，好啊，都好開心，我哋今日冇啲好大嘅甩漏，同埋喺台上面我哋嘅 eye contact 係甚至比 rehearsal 嘅時候更加好啊，濃密嘅。更加濃密，你知唔知好擔心停嗰下？哇！真係我昨晚瞓覺之前，我諗緊啊，今日絕對絕對唔可以失手，辛苦你啦！辛苦你啦，好開心，多謝大家。Thank you。Thank you。